陈医生，我最近要变胖了啦。你一定又贪嘴了吧，这样当然会胖啊。而且夏天快到了，我想要穿美美的，但是我的大腿好粗。少吃多动就会瘦啦。可是我想要这里跟那里再多瘦那么一点点。哎，不管你想瘦哪里，用对方法才会有用。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呢？这样好了，四月三十我们请减重专家陈志轩医师一起帮你解决肉肉问题吧。耶，太棒了。最轻松有趣的内容都在四月三十晚上九点，脱壳吧帅哥医生。